就直接用这个嘛，哈。 好，大家好，我叫李正北。那我这边的提案叫企业永续资讯平台。那我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在揭露 CSR 资讯上面的一个问题。那我直接先提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希望说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开放所有 CSR 资料。那先让大家快速了解一下什么叫 CSR。那中文名称其实叫企业社会责任。那过去大家的认知可能都是对于企业可能对社会公益做慈善。 可能认为它是社会责任，但其实社会责任，CSR 包含其他三个面向，经济社会环境。那社会公益只算是其中一小块而以，那还包含环境，比如说你原物料、温室气体排放或用水用电这些资讯都包含在内。那经济上面的话，也包含公司治理，你如何做客户管理，还有你的供应商管理的部分。 那所以其实CSR的领域其实涵盖整个就是经济社会环境，企业必须要兼顾，它才能永续发展。那现在。 企业在揭露 CSR 资讯的方式都是透过 PDF 的方式，那这是一个百页的资料内容。那内容的话，其实有文字啊、图表、照片等等，其实内容蛮丰富的。但问题就在于是说，他们都是用 PDF， 那这其实是不利于你做长期监督企业是否善尽责任、社会责任的一个资料的运用。同时，这都单方面企业揭露它的资料，说它哪边好而已，并没有揭露哪边不好的部分。所以其实这边是缺乏一个监督跟一个会诊的一个平台。 那所以，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中间有能够成立一个数位的平台，那会诊所有 CSR 的资料，除了 PDF 的资料之外，能够提供一个线上表单，让企业能够填入一些比较系统性的填入一些资料，比如说碳排放量等等的资讯。那同时也希望说结合外部的，比如媒体的报道、社群评论，或者是政府的罚款记录，透过爬虫方式爬下来，会诊到平台上面，让公民可以更全面的去检视一个企业是否善尽社会责任，最后再透过 API 的方式开放这所有的资料。那这希望达到的目标跟愿景，最主要是这三个，一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知什么叫 CSR， 再就是把所有的 CSR 资讯都数位化开放。那最后有一个会诊的平台，让任何人都可以更容易的接触到或者运用所谓的 CSR 资讯。 那这个是目前希望发展的几个方向，也就是透过建置网络平台，建立线上的表单，还有爬虫工具、视觉图表化，还有最后一个资料分析。那比较特别，资料分析上面有一个股票投资，这个是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 CSR 都是大企业、上市柜企业才会出版的，那所以其实也可以从企业是否善尽社会责任来检视它是否它在营运上面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也可以作为是一个投资标的的一个选项之一。好，那我这边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